由新唐人电视台和美国导演麦克波曼联合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今年获得了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提名。新唐人记者专访了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曲创作人陈东，一起来听听他对创作音乐的理念和努力的目标。With courage to believe. Faith gives people the backbone to withstand unbelievable waves of repression. 我们做的自由中国影片的主题歌做了一个音乐电视 MV， 叫做 Free China, The Courage to Believe， 就是有勇气相信。这个获得了2013年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赛当中的独立电影最佳歌曲的获奖提名。得到这么一个提名，对我来讲的话似乎也是一个鼓励，而且我觉得能够有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在做什么，了解到能够听到我这些音乐。那像尤其是像自由中国这样的音乐，不仅仅是一个向上积极的一个信息，而且传递出来的是对人权的支持，对正义的支持。我觉得这些信息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在中国还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那音乐想传递什么信息呢？自由中国的这个主题歌呢，我想主要是给人一种鼓励。I'm here today on behalf of more than 77 million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chosen to qui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ed organizations. 专制当中，或者是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当中，人们所内心所承受的痛苦，那这个音乐当中也都有体现。同时呢，它尽管是表达了这种痛苦，但是在这个音乐当中，我们还是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在为正义而站起来。陈东在音乐中融入了东方元素，他表示这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作为一个华人来讲的话，那也是一个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机会。因为这首《有勇气相信》它的曲调其实是，如果大家听到去年的这个原声音乐，因为原声音乐去年也是获奖提名嘛，那这个它的主旋律基本就是一个东方曲调，同时是拿中国的传统乐器箫来演奏的，所以它的音乐的旋律完全是东方的韵味儿。但是呢，背景的这个配器呢，完全是用的西方像电影配乐的这种手法，所以它又很宏大。自由中国获得今年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最佳影视音乐和最佳歌手两项提名，颁奖典礼将在11月21号举行。新唐人记者刘芳、安琪、旧金山报道。